只知道王一博生性高冷，看到他的喂猪照后，网友暖心颇为。不少的人都是有看过《陈情令》吧，当然这个剧收视也是挺好的，里面的演员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关注。今天咱们就来聊下蓝忘机的扮演者王一博吧。他在剧中扮演的性格就是比较的高冷的，言语十分的少，自己在采访的时候也是有透露出性格是比较的高冷的，与蓝忘机相似，对于不太熟的人话语不多，而且不爱笑，许多粉丝都是用酷盖来称呼他。当然他的颜值是非常的高的，风格也是比较的多变，西装照多了几分的成熟。虽然他年纪是小小的，但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少年，不仅仅是演员的身份，还有其他的身份，比方说主持人、赛车手、舞蹈老师等。私下的打扮也是比较的休闲的，途中的他蹲坐在好墙角，看向镜头多了几分的疏离，